但有什么事情要敲月光族连接？那这边有一些新的角色了，好，新角色朱熹夏日版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十连抽。新角色朱熹夏日版十连抽了哦，哇，真的很好玩哦，这个游戏真的没在胡乱的啊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它的大奖超好抽，超级佛心哦。各位，sorry 啦，我就是那么人品爆发。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而且这游戏真的是超佛心、超好玩、超 relax 的，每天只要刷一个就可以了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爹爹，我得到夏日朱熹了。这游戏就那么佛心了，好抽哦！各位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怎么连续人气高到爆炸？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完全没有缺点可以讲。诶，等一下，我们应该按照那个吧？哇操，直接给我冲第一名诶！我太屌了吧！新角色可以那么人品爆发哦！哇，这期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了，超级棒！等一下就今天的重点就是时间抽就好了。然后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教他的更详细的东西。那重点是他连这个都可以直接用 PD 买。那其实重点就是你要有足够玛纳。那玛纳怎么取得呢？就你们每天有十，天哪，这游戏就在 K 笑了。你看，他一次送我好几张，啊，吓死人了！这种游戏真的是太夸张了。哦，这种游戏真的是不能、不得不玩的那种诶，太扯太扯，它是一个扯到爆炸的手游。这次练起来，我们应该又可以不用卡关了吧？毕竟是最新的角色，最新角色绝对都比较强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！我现在已经疯掉了哦。啊天哪天哪！我现在超级爽，今天就把这只鸟满登满级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啊天哪！这个手游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，叫什么的？二十次吧，反正我现在体力多得跟什么样，应该十次就够了。不过我还蛮贪这些资源的。太棒了！这边一样，我用你的玛纳继续买，所以大家每天只要扫玛纳就可以了。那我得到新角色就可以直接练。哇，超级棒啊！无法解释的手游，你知道吗？但今天可能大家都认为说我都在强化角色，no，我最后会进一场一场，好吗？那我们先做一个扫荡好了，因为现在体力有点多，这扫荡居然都是光芒送的，你就可知道这游戏有多佛心。很夸张的手游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送太大了，而且太佛心。好，再就一并装备，可以自动强化。强化好之后，你就可以再买。跟你们保证，现在装备绝对可以继续主线的。我们现在其实应该主线应该可以不用卡关了吧？我觉得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关可不可以三星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现在有朱熹，夏日版，你看直接冲第一名，
可以看到哦，这是我的星级榜第一名啊！我现在真的好开心哦，哇，这个夏日还没到，我们就已经得到大奖了！哇塞，太难哦，他是坦克，好爽哎！哇，这期就是那么酷啊！好，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新角色，他蛮坦的，哦，他大绝，哇操哦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，游戏就是那么佛系，那么好玩啊！可能可以三星，可能可以啊，是啊，第二次倒了，吉吉。哎，不过他技能大家都全部看到了哦，可恶！哇，太帅了！我超级开心的，哦，天哪！可是我们有挂一点，我们挂一只应该是没办法三星。好啦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